现场的乡亲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好，先跟各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魔术师阿阳。跟大家说一件神奇的事情，就是通常听到阿阳这个两个字，会有热烈的掌声。好，非常谢谢各位帅哥美女们的掌声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比较特别的是，要来有一个互动的魔术，不知道有没有自愿的小朋友们都哇这么热烈，是不是？现在这边有一个自动之，不是弟弟了，那个可以跟我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就是怎么称呼？叫啥名字？叫啥名字？姓什么？陈。陈吗？那我可以叫你小陈吗？请说可以。可以。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小陈，今天呢，我带来硬币的魔术，绳子的魔术，还有扑克牌的魔术。那我现在想问你一下，你想看哪一个魔术？硬币的。硬币的魔术吗？好，硬币的魔术明天再变，今天变扑克牌的魔术。那你不就等于没有问吗，帅哥？也是嘛哈。好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扑克牌将就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接下来呢，可以帮我检查一下牌有没有问题吗？就是它的花色啊，还有它的点数，看一下正面反面，好，有没有特别奇怪的记号或是什么？里面选一张牌，对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大家选好之后呢，这里有一支签字笔，可以在我帮我把牌的正面这个位置签上一个记号，好不好？就是证明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牌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牌，扑克牌。好，当然你可以留下你的电话，但是我不会打，因为你不是女生，好吧？你要讲清楚有这样的规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也是哦，抓住，记好这张牌。哦，他打一个星星。好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吗？其实没差啊，好不好？他有做一个记号，我把它放到牌的中间的位置，好，稍微切个牌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想问一下各位观众，好，就是希望从魔术师有很多方法找到那张扑克牌嘛？我想问一下各位观众，希望看魔术师用身上的哪一个器官找到这张牌？哦，对，身上的哪一个器官？手好像太容易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要用手啦，手太简单啦。头、耳朵、嘴巴、耳朵。有人说用脚趾头，哎，脚趾头。我刚才听到脚趾头，可是我今天穿鞋，脱掉啊！脱掉啊！不是，我刚才听到那个妹妹说嘴巴了，好不好？既然这样子的话，因为我觉得魔术师他的手很快，脚也有可能很快，好不好？就是比较难练习的，就是嘴巴嘛，就是嘴巴。其实音乐可以给我重复放，没有关系。好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请这边观众帮我检查一下我的嘴巴有没有问题，来，我仔细看哦。哎，我嘴巴有问题了。没有嘛，好，好，没有问题啊，好，既然没有问题的话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嘴巴找到你的牌，好，仔细看啊，这样可以找吗？弟弟他手上有东西吗？他有没有用手？没有哈，你要帮我们盯紧来哦。是那张吗？没有哈。不是。不是。是这张吗？不是啊。你把它吃下去了不成？好，各位看到嘴巴真的有一张扑克牌，打开看一下，请问该选什么？是什么是？啊，忘记了，梅花四吧，这是梅花四。没关系，那这上面一定有你做记号的梅花四，谢谢大家。哇，
非常谢谢这位弟弟，好不好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做纪念，不介意吗？好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既然上台来，要给你一点小奖品。请问，我会做造型气球啊，是这样，我会做造型气球。你想要做什么样的造型气球？你随便讲，我就做出来给你好了哈。不用。啊？你可以送给底下的小朋友，可以卖他50块。啊？哦，不是，我乱交换。不然你随便讲一个动物好不好？随便讲一个动物。长颈鹿啊。长颈鹿吗？好，他竟然说长颈鹿，我就做长颈鹿给他看。好，长颈鹿。黄色长颈鹿嘛，对不对？黄色长颈鹿，好，好，长颈鹿要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把这个气球灌起来，像这个样子。咻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打个结，咻。你觉得我做长颈鹿需要几秒钟？不知道哎。啊，大概20分钟吧。所以接下来20分钟就看我做气球喽。要这么久吗？20分钟哎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其实长颈鹿非常简单，只要像这样，咻咻咻咻。长颈鹿的头就完成了，就亲个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长颈鹿，那就是脖子很长嘛。好，那我把它脖子做得很长。好，马上呢就可以完成一只贵宾狗，叫做。你确定这个是长颈鹿吗？贵宾狗的长颈鹿，很像狗，好不好？吹口气可以吗？哦，没有吹好，哦，那它尾巴也出来了。好，那这个叫做长颈鹿的贵宾狗，不嫌弃的话就送给你做纪念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觉得你还是有点嫌弃。那它根本不像长颈鹿啊。我决定贴心一点，好不好？贴心一点，帮你做一个狗链好了，好，做一个狗链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马上呢，可以借一下你的长颈鹿贵宾狗吗？好，等一下呢，在公园里禁止，好不好？记得不要让你的小狗乱大小便，这样子你会被罚款哦。好，马上呢，1、2、3，就完成了这一只有狗链的长颈鹿贵宾狗，好不好？还是很可爱的。谢谢小陈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